别刮得太轻了，你说那刮的可能走路你心疼的嘛。那你这个你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你不能刮，一看你刮的让厉害了，刮轻了不行，这个东西正常就一个月修一次就是最好。你这个刮厉害，你的好天都适应不过来，你知道？你看我每回我修的能厉害，不影响，你知道吧？ 光夸的刮过，人夸完了，你没能熟，嗯。反正你像那样的话，你就跑远一点夸。我们那澡堂里边也有，岁数大那帮人，就也能像你说那种刀。完了，他就是他泡了，他东西他跟那澡堂里边泡老长间了。泡东北完了，他就拿那个，我家那边有。 那澡堂就是那些愿意泡脚的，泡完之后出来就刮。你们恁老家那边有？嗯，俺这边没有。咱这边哪有那样？他就自己拿刀刮。嗯。哎。刮不好的，我拖着刮都天数都刮腿快。那你还是不行，手法不行，自己刮自己哪能得劲呢？对他关键不得劲儿。嗯。在我们那边人真的就自己拿刀进去刮的也有。 你看这以前你在这修这个修完来长的，虽然整体厚吧，它这溜滑了，你看你刮的，一道一道的哈。它是个长长弯弯的，弯弯的那个刀片里边搁刀片，嗯，一掐上，嗯，使那个它这边鼓鼓着就让刮，哦，嗯，俺们不跟你叨叨的。我看他们还有用那搓脚石的，那个好用不？哦，也带一个。 我没事，我看他有拿那个搓的，也搓就那一点就灭上了。灭上你再拿水涮一下啊！那你得光涮了，搓一下涮一下。那就得在澡堂洗澡。那你那个不还是不是像我们那个，我那个搓澡巾都像沙子似的，都拉人都。是泡完脚吧，也是啥的。我那回有一个顾客不难了吗？ 说后跟你讲搓心，他自己都着啥子烂，俺年龄大了吧，六十多了，啊，说我在家我都着啥子烂，太厚了难受。哎，那搓澡巾要说搁你们这边买不着，搁南方买不着，你看我们那边搓澡巾，哎呦我，你在这上这边买，搓着贵，那还3块2呢，挣几个钱儿？要是一天卖多行，卖2-3百个行。批发。哎。 咱那会儿要得时常摆那个，不就怪怪怪异吗？军用的什么那个？对，是吧？那你们搓可能都受不了。我没下什么感觉，我搓澡的。对，他要是少给你使点劲，你都受不了。你马上就起沙，起疹子、扎疮。我都买那个，我一年光使那个搓澡液的使不少。啊。嗯。包括我们那边的香皂，我买用没有不到。 往身上一搓，都是那种，基本上沙子粒儿似的。那用，咱在家打球时候我不用了吗？上面全是沙粒儿那些，那种啥。沙粒儿可解痒了哈。嗯。在家里打球就行。忘了，咱走回来前就多买两条那个。好嘞。嗯，现在多长时间了？现在不得半个月。嗯，还差不多。 咱那边弄点东北香肠、酸菜上这边买行。嗯。
也够呛，我觉得够呛，因为你要真正搁那边弄过来的吧，好吃归好吃，那你价格一定要比他现在那些超市卖那些假的要强一些。他现在假的，不是拿那么醋泡着就什么的浇出来，吃不是那个味儿。你自己抹盐点吧，我冬天盐的酸辣味才行。不行不行，今天叫他妈腌掉。嗯，不行，让我妈腌吧。他搁咱这搁这边腌也行。能腌。他要回腌，他搁这边腌。这边也能腌。我以为东北伙计他自己在这边腌。嗯。送回去嘛，他就自然发酵。对对对对对。就是抹上辣椒面子什么的，自然发酵。那辣椒面是辣辣白菜的，白菜那是辣白菜的，放辣椒面，其实就放咸盐。啊，他做那个鱼哈、啊，真好吃。啊，嗯，特别做那个花鲢头。啊，再做上个小米饭，哎，太好吃。咱往里边放点豆腐最好吃。啊，嗯。加拿大队的骑兵尼拉·弗雷斯十六分球。